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 Ken。今天呢，人初九来到安迪佐安娜的家，来跟安迪来做一个很棒很棒的见证分享哦，就是我们的阿拉考江西 band。然后呢，在我身边呢就是安迪佐安娜。刚才我们有做了 Facebook Live， 可是有点线路的问题，现在我们做 video 来帮安迪分享这个企业给大家。安迪佐安娜，你分享，你是自我介绍一下？那我。我今年呢就75岁，75岁，我有4个儿女，我就是我的 Alex，我的最小的双生的，他就因为来那在机场见到你那同干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过后他就问他，哎，要不要穿一下这个裤子？然后那时候你讲，哟，好像很贵，然后不要去呀，不要买，不要买。然后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讲，哎，不要了，好像很贵嘛，是不是？也不懂，也没有效果。没有想到我这个双生最小的儿子，我们认识了，舍得销售，舍得买给我穿，买到2条。本来是买1条的，人家讲对，他买2条。然后安迪之前他的，我们有拍照，要给大家看到照片，就是他的那个骨是很严重的歪曲，是小时候跌倒，然后没有察觉到，然后久而久之是整个人是有一点 S 到很严重，走路的时候很歪 S 掉，S 掉，而且走路又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安迪之前的红色这件衣服是之前整个歪歪的，那后面的头发你看没有头发，是现在的，这个的是现在的那个骨，所以很严重，很明显的一个月时间都要改善哦。然后刚才你讲到头发，安迪讲头发有不一样哦，我都不知道我的头发现在我看着已经生出来了，看感觉现在头发生的比较多啊，这个没有头发，你看，对，这个就有头发，生了头发，对，安迪讲之前他的白发很严重，然后头发比较少，现在感觉好像有多了很多，然后还有听说今天阿 Ken 带给我看，我才知道，对，哇，阿 Ken， 然后安迪好像是听说瘦了5个。CM 哦，然后之前是肚子很大，很辛苦一下哦。很辛苦一下，屁股又大，走路又辛苦。对，因为肩很重，很重啊。安迪本身他的臀部会比较大，后来因为穿了 Cotton Sequel 得到改善，我们刚才量了瘦了5个 CM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。过年是有肥一点点，可是也没有肥到之前这样够力，是很够力哦。我看外国肥呀，以前呢，以前更加肥，现在瘦。然后其实安迪除了得到他的 S 型骨改善，然后瘦下来，头发也多了一点点，皮肤脸色也精神很多，你看有粉红色了，是啊，没有擦什么东西，人也比较精神哦。我没有擦，没有擦东西。然后这样子，你其实。你那时候是讲你有拿东干的是吗？拿东干，拿东干又不要紧，还要签。还要人家签你。还要人家签，扶住我怕跌倒。然后现在就不用了。不用了。只是拿住 spare 住罢了。拿 spare 就怕，大到那个舌头。很好哎。舌头就会跌下去。然后安迪有跟我们讲，他现在好睡了很多，然后精神很多，又好睡，整个人不一样。又不用起来小背。对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没有懒惰哦，每天穿哦。然后安迪只是穿晚上而已哦。晚上我才。而且安迪买的是男装，因为安迪的臀部太大了，所以他穿的是男装，虽然是比较厚，可是也不会热，对吗？不会热，不会热。一开始他讲我不要穿，因为很热，很可是这个完全不会热。不会热，又不用。晚上又不用盖被，有的晚上要盖被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OK， 安迪，其实今天我们做这个 video 啦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其实有穿才会知道，才有知道。所以你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讲？就是要试一试。你们要试啊，你们不要讲贵啊，有真的。是的，因为健康是无价的。安迪一开始跟大家的想法是一样，因为真的很贵。你自己买，你儿子也穿。我有儿子穿啊，媳妇买。现在儿子穿，媳妇也穿，你也穿。然后安迪要跟大家讲，其实贵是值得的，因为一开始你是觉得不值得吗？不舍得买，不舍得买，不舍得买。是我的这个双生的这个小的 Alex 买了2条啊给我。然后现在。非常值得，真的真的。所以我们要谢谢我们的 B International Founder 找到这样棒的阿拉口天心片给大家，然后也要谢谢安迪佐安娜的分享，然后谢谢戴安娜的介绍，然后记得大家其实真的要尝试过，你还知道到底我们的阿拉口天心片效果在哪里。有些人会比较快，有些人会比较慢，安迪只是用一个月时间，我会拍给大家看安迪有多瘦的那个照片。OK，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